每年哦，到了这个台南哦，对我们来讲哦，整个台南市哦，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就是我们这1600多家哦登记在案哦的一个庙宇，就是登记在案哦，跟他各国公其他哦，所以咱这个如何把香客变游客这件代志，是阮观光旅游局哦一直在思考的。啊，为什么咱今仔特别要来办这个记者会，嘛是希望讲透过这个记者会，会当让大家知影哦，咱个台南。有国家人看，嘛有好食物件人食，以外，咱阁有遮个足重要个遮个国定民俗哦，像咱个咱个西港乡，咱个即个咱个庆安公家是咱个国定民俗哦，啊，阁有足济咱个市定民俗，头挂都有讲到个，咱个王传记哦，像咱个即个政府公个部分，咱个王传记哦，咱个圣母庙个部分，咱嘛是有咱个即个游客吼，即陆陆续续吼，啊，阁咱信奉咱个天后宫阁。台江的迎神祭吼，啊，搁有咱长兴宫，咱的即个文王祭哦，即落落续续哦，即五个宫庙，含咱吼28个景点，咱搭配在一起哦。我们这一次要推荐给我们来到台南旅游的旅客呢，就是不是只有来玩哦，咱可以当来咱的参加咱的游客年，来看咱遮个民俗的特色哦。啊，即个嘛特别要感谢咱五间宫庙吼，为着咱哦准备每一间宫，然后旅客去到遐打卡。哦，游客可以跟他打卡，对，上这个限量的500份的小礼物哦，每一个礼物都非常有特色哦。那么希望讲哦，透过哦这个观光景点啊，甲咱的宫庙这个结合，会当让咱的整个活动哦，更加澎湃、更热闹啦。啊，我手头哦，我有提出很多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一次，不管是海报哦，还有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折页哦，里面哦也把我们整合了19家哦各地区的这一个。哦，咱的这个业者，哦，咱的业者吼，咱比如讲，咱的住宿的部分有标金的住宿的旅宿业者，嘛，给咱折扣最低吼，还打到4-5折哦，哦，打到骨折了吼。啊，另外就是讲，咱的这个景点的地图，哦，这28个景点都在哪里？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吼，咱的像我用可你的东西，咱嘛会当来咱的景点四处行行看看。啊，这回来老的，啊，这个头过吼，咱的这个陈主委吼，咱上台时阵嘛，甲咱讲啊足详细吼，伊比咱更加吼对这个防疫的部分吼，更加注意，更加紧张哦。嘛讲诚济讲吼，咱的一寡相关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防疫措施哦，咱的局长嘛伫遮，嘛是含咱的宫庙遮吼，啊，搁有议员嘛拢伫遮，拢诚关心嘛，诚配合。我毋是希望讲吼，今年虽然较特殊吼，啊，毋过香港对咱来讲上重要的就是伊嘛是咧厨艺啦。哦，防疫厨艺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即届的活动的办理哦，会当吼更加侪人会当知影以外，嘛希望大家会当来配合咱市府规划遮个含庙做伙来做遮个防疫的作为哦。咱大家把这个嘴巴哦戴好戴满哦，啊嘛把咱的防疫的作为做好。啊，同时咱嘛足感谢哦，咱透过议员嘛有一寡迄个提醒吼，咱嘛会。伫咧未来，咱咧规划时阵吼，咱好好啊来注意，甲好好啊来甲办哦，较圆满的。啊，27、28吼，啊我区长有特别有讲吼，因阁有一个伫咧咱伫咧迄个西港的即个香科，咱有一个金沙里的一个活动吼，桃红宴啦，即个那是第一道要办，下暗阁会点迄个点灯吼，互大家来看花吼，所以唔定是。你是吼，咱有游客人参与哦，啊，有景点可以逛哦。晚上哦，其实还有一些活动，哦啊，所以欢迎大家哦，会当借这个时阵啊来到咱台南哦，哦，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咱的游客旅，啊，嘛会当除了防疫，啊，就像咱主委讲的，阁会当护国吼，又民哦。啊，大家哦，嘛感谢大家今仔日的出席，啊嘛感谢记者朋友吼的一个报道。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吼，咱的每一个。咱的游客吼，咱的活动吼，拢会当成功圆满，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